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本期视频逃离塔科夫手枪跑刀篇，西瓜视频又出新活动了，弹幕发送R7或者567可以获得游戏币，长按点赞和分享视频还会有特效，评论567系列表情包一样会有货币，可以在567活动中兑换超级奖品。进入正片，今天挑战党末使用手枪谋害全装大佬，看我这把手枪那是相当的不错，科技感那是相当的足，这消音器和准心更是直接让这枪升华了，看着就不像塔科夫这游戏的枪。那么党末我们一样不搞硬的，来波花式蹲人。上期视频我们在细楼216和动楼22解锁了新的蹲人方式，今天我们还就那个蹲22啊，这次不在对面蹲，在旁边蹲。好的，听到脚步了，这人这动静应该是觉得自己是第一个到的，敢开门就扬了你。啊，差点勉强是拿下了，不过这个人还有个队友，打的还是维克托，所以我就一分西北了。这一局还就那个豪宅收瓜呀，有个 AI 节省点子弹，一枪一枪的打。这 AI 喜内的叫声哲学气息也太浓了，直接上来收保险箱。一个日记和马雕，算了不收了。检查一下弹夹，还有26发子弹，得省着点用了，遇到 AI 就避开，不然一会儿没子弹跟玩家对枪了，毕竟我就这一个弹夹。今天再解锁一个老六新姿势，西楼301旁边的小隔间，因为花坛建设现在知道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花坛这个地方必有人插点，不过我们这个点位比花坛安全多了，只需要把门关上，然后静静的等待玩家上钩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没脚步了，说明准备开门。呜呼，拿下了，赶紧把门关上，然后检查一下子弹，20发不太够了，出去拿他的装备。啊，这他也没有防弹衣，我裂开，赶紧开两枪劝退一下他队友。这人到底有几颗手了呀？这种情况敌人应该是要来突突我了，我裂开了。这个人为什么不穿防弹衣啊？两枪我就洗内了，看来恶有恶报，老六不好当啊。那么我是七月，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